世界幸福国度，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印度奇经慈悲之旅。绿油油的树林，绵延不绝的群山，海涛师父与团员们乘坐的25部慈悲的白色车龙，犹如哈达，在山与山之间穿梭，一如云雾般匍匐，滋润寒灵。所到之处，愿悉经一切乳母众生，皆得到祝福与实质的解脱因缘。10月11日，由海涛法师领众前往位于西悉经的斯里巴丹。5时，海涛法师通过由松枝编成的大门，抵达噶举寺院，奔梭丘陵，吉祥的法罗声响彻山谷。师父跟着欢迎队伍前进，不忘向迎接的人群致意。大殿中的主尊供奉莲花生大士，左侧另供有第17世大宝法王噶玛巴法像，好不庄严。
海涛法师上座后，尊贵的贴丘仁波切亲自献上身口意曼达。僧众们为海涛法师唱诵十六罗汉礼供文，师父体恤团员不懂藏文仪轨，特意中文跟着读诵，开启甚深与宝切。随后大众也一起唱诵法王噶玛巴特为海涛法师所作的长寿祈请文，愿师父长久住世，法轮常转。海涛法师长寿祈请文，大悲同时，数百位前来加持的当地居民手持哈达鱼贯而入，队伍大排长龙。师父面容和蔼，拿着五色旗，不分男女老幼，给每位前来的信众加持与祝福。在享用完丰盛的午餐后，慈悲之旅团员被迎入特别搭盖的舞台区贵宾席，地上松枝铺地，四周由噶举蓝黄布幕装饰，一场盛大的文化飨宴即将开始。由四方邀请的表演节目，包括尼泊尔各民族之舞蹈表演，表演者从附近的中小学、高中的学生、社区耆老、各民族代表等，大家都用代表自己民族文化之音乐舞蹈，供养海涛法师与与会嘉宾。西经西部与尼泊尔相界，境内也居住有像夏巴、达芒、宁波、雷恰等尼泊尔民族，他们的传统服饰与舞步各有千秋，歌曲却同样具有感染力。其中有来自拉祝仁波切 SORA 学校的学生，以轻快的佛教音乐为称，献上藏族传统舞蹈。
欣赏完愉快的表演节目后，主持人欢迎法师上座。Thank you, students, for your colorful performance. 首先，要非常感谢我们尊贵慈悲的解修仁波切安排这场非常多元，而且让我学习很多的文化。刚刚我就有了一个想法，要做一个修行者，想要利益众生，你不能光学自己的文化，你要懂印度文化，你要懂西藏文化，你要懂尼泊尔文化，你要懂很多很多的文化，那你才叫菩萨，因为你懂得跟他们接近，你要懂得他们的语言。不过我们虽然文化不同，我们的本质佛性都一样。因为刚刚我在台上看到他们男生女生都在跳金刚舞，他们敲法器，他们在念咒语，哇，他们好伟大。所以不分任何民族、人们、动物、众生，我们共同的目的就是要快乐，不要痛苦。所以我们很福报，我们接触了宗教，特别佛教，告诉我们什么是快乐，什么是痛苦的方法。就像今天为了办这场法会，我们铁锹仁波切已经花了很多的心思，用各种的方法。我也问了说，今天法会至少要花了300,000的印度钱，但是如何是这样子的，我花这么多钱，这么多人，这么庄严的法会，变成对我们自己都有意义，对其他众生也有意义。就像我们每一个人被生下来，爸爸妈妈在我们身上用了很多的时间、金钱、各种的方法，也看到这些小朋友要读很多书，所以每个人都用尽各种方法。但是如果不了解生命的意义，不了解离苦得乐的方法，那我们就会浪费生命，浪费很多金钱。首先，如果要得到一个快乐的生命，那并不是你想要快乐就得到快乐，而是种什么因得什么果。就像这个水，你加糖的就变甜的，你加盐巴它就变咸的。所以一个人会得到快乐，比如说刚刚有人唱歌很好听，我们住持讲话很好听，那是因为佛经说了，他过去不骂人，不骗人，称赞别人，他声音就会好听。特别我们出家人喜欢持咒诵经，那如果你不要吃肉，而且又没有吃葱跟蒜，那你念出来的声音会非常的好听，而且非常能够感动别人。就像我们第17世大宝法王达玛巴尊者，没有吃肉，他连牛奶不喝，葱蒜都不吃，所以大家非常欢迎他，而且他的声音非常好听，他的力量很大。那我想我们也应该学。最后今天要讲的重点就是慈悲的快乐，也就是我们铁锹仁波切的快乐。他延续了佛教的事业，现在在寺庙里面有70-80位出家人，而且还供养了8-9位的老人家，甚至呢，把他的慈悲也到我们台湾去，去帮助台湾，去传法，去度众生。所以，我想世间的快乐是暂时的，解脱的快乐是自私的，但是慈悲的快乐虽然有压力，我们铁锹仁波切压力一定很大，因为有这么多人依靠他，所以跟他学习。但是菩萨就是他要承担众生的苦。虽然有压力，但是这是他生命的意义，快乐。就像一个妈妈怀孕小孩很痛苦，但是他觉得小孩子可以生下来。所以我们这边大家要来学习铁锹仁波切的这种慈悲的快乐，做菩萨。当然要享受慈悲的快乐，那你就必须要牺牲世间的快乐，金钱、欲望、享受，更要牺牲自私的快乐，不能为了个人解脱，要完全把自己奉献给
任何宗教、任何生命，而不是光奉献给佛教。所以不分他是天主教、回教、道教，乃至他是尼泊尔、印度人、华人，乃至他是一只狗，他都是我们服务帮助的对象。那你就可以体悟到慈悲的快乐，也就是莲花生大师的快乐、佛陀的快乐。最后，我个人也要发愿，今天我是这一世第一次来这个地方，各位一定都做过我的爸爸妈妈、兄弟姐妹。那我们修行所得到的任何功德都是要布施的，所以愿各位接受我来做我们这个团体所做的很多很多的功德，来供养各位，融入各位的身心。就像刚刚有很多菩萨要加持，我们个人没有什么好加持，但是只是努力做功德，也祈求佛菩萨的力量，透过这个加持融入你的身心里面，而你的业障消除了。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消业障，得到福报。但是光讲光想也没用，所以我也发愿，我们尊贵的铁拳龙婆切做菩萨的事业，要帮助这么多，那每年三年，然后我这次要供养100万印度钱啊，感谢我们铁拳龙婆切的慈悲。那我们台湾来了，你愿意供养更好，让铁拳龙婆切的慈悲的事业更成就。那不但今年我供养100万，明年也供养100万，后年也供养100万，至少3年。那希望我每年都有这个福报能够供养，那来分担我们铁拳龙婆切的这种事业，那我们也同享功德。阿弥陀佛。那仁波切透过丹巴喇嘛请到这个这么殊胜的一个上师，首先跟丹巴喇嘛讲的时候，他有一点担心，因为这里是非常遥远，而且交通很不方便，而且各地方都很就是不足。然后丹巴喇嘛有说没关系，师父不会计较这些，所以他也放心了。然后他第二想如果这么殊胜的、这么慈悲的一个上师请到这个圣地，也跟当地人结个缘让他们达到一些师父的法语，所以非常高兴。那仁波切上次有去台湾的时候见阿德师父，那师父说下次有可能我会去你的寺院。他当时一是很快乐很兴奋，第二是他有一点担心，怕师父还有师父的弟子还有很多学员来这么偏僻的，而且是就是说常常会下雨。前几天他们准备这些的时候一直下雨，但是11号早上就雨就稍微就停了，所以这几天都天气很好，非常圆满。可以说师父的发愿，也可以说师父的威德力受到了很多造塔、造转经轮、修寺院等等的那些费用，那他也一定会把这个用在如法的地方，所以你们可以放心100倍。他用语言来没办法形容师父的恩，他用一个白色的卡达代表他的心，阿弥陀佛，达西德勒。Thank you, Master Angel. Okay. Good here. Thank you.
生命电视台肩负着传播佛陀觉音的弘法家业，同时也是海涛法师慈悲置业推广的平台与媒介。透过电视台无远佛界的传播，方才能将诸山长老法师的开示以及南传、汉传、藏传佛教间的交流与活动，提供国内外十方佛子，更让有缘的社会大众便利地获得佛法资讯，听闻正法，共取正觉，为令如来悲智法水长流不绝，滋养大地有情菩提心田。尤其为使海涛法师慈悲置业各项资讯长久推广，诸如弘法、护僧、慈善、放生以及印赠经典、免费素食等慈悲置业，皆得皆由生命电视台的传播之力无尽传扬，裨益大众。敬邀十方大德发心护持，共襄盛举，以让生命电视台常续诸佛愿心，继续推动如来法轮，广利众生。护持请洽各地中心、道场、讲堂、书房，或洽03-989-8686，划拨账号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明镜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一千万倍。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恭送普门品大悲忏暨慈悲施食法会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，日期7月25日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云林观音讲堂，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-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，电话05-633-1565，05-633-1565，敬请与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，并保持社交距离。上午8点半，车站前备有接驳车。念定光如来持斋除罪40劫，明镜月释迦牟尼佛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9000兆倍。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梁皇宝忏孝亲报恩超度法会，恭请广护法师、湛江法师、湛同法师共同主法，日期8月9日星期一至8月12日星期四上午8点半开始。中风30系念超度法会，日期8月13日星期五上午8点半开始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电话03-989-9319，03-989-9319，03-989-8686，03-989-8686。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敬请与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，并保持社交距离。六字大明王龙寻不可量，显现心经中一佛功宣扬。唵嘛呢叭咪吽，唵嘛呢叭咪吽。
Padme Hum, Amon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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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adme Hum.成功的回响，把杰作。